啊，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我的先生淋巴左边的淋巴结有问题，我想解啊决这个问啊，题。我看到有个天上一个好像飞碟一样的感觉啊，好像飞碟一样的感觉啊，好像飞碟一样的感觉在左边转呢，在左边转呢，在左边转啊，在左边转，大哥，我看到一个飞碟。从那个深圳河上方啊，飞到盐田港那边了、啊。盐田港在那边，在盐田港上面在转，在盐田港那边转，盐田港在那边转，盐田港那边转，转的时候好像那个主腿啊，主腿，这个地方有点痛，这个地方有点痛啊，这主膝关节有点痛啊，非得在上面转，非得在上面转，在盐田港那边，盐田港在那边转。一直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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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得在盐田港那边一直在转，那个主腿在痛，这个主腿在痛啊，主腿在痛，非得在那边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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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有个非得一直在那边转，一直在那个转，也就非得在这个位置转的时候，下面有个一个结账箱轮船呐，一个结账箱轮船呐。一个结肠腔轮床，然后那个左边的那个膝关节那个地方越来越痛，越来越痛了，左下腿啊，越来越痛，越来越痛了，越来越痛了，越来越痛了，好像那个，一个飞碟啊，那边在转的时候，一直痛，有的时候轮床有关，有的时候轮床有关，有的时候轮床有关啊，有的时候轮床有关，然后那个一转，那左边的腿又痛，这个也痛，左手有关，左边的。腿痛有关，一直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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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那个飞碟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一直在转。转的时候，像那个飞碟的边呐，切割到那个主脖子这边了，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一刚才比较高，后来就转，就变成这样了。那个飞碟是这样的，切割到左边那个脖子那边，一直在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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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话要说，你说一句话，对着那个飞碟说啊，你说，莫非这艘轮船上的东西同何物质有关？船上的东西跟何物质有关？莫非船上的东西同何物质有关？你说了这句话以后，那个飞碟就离开一点了，原来跟到脖子了啊，然后就离脖子远了一点了，离脖子远了一点了。你说，刚才莫非是猜的啊？你看到这个情况的试探性的说，我相信这个轮船上的东西可能同核物质有关，你加了个相信两个字的，我相信轮船上的东西同核物质有关。这个那个肚子这个地方啊，好像好多稻草似的感觉啊，好像那个稻草塞在胃里面就不消化的感觉啊。那个肺里啊，刚才不是说这个这里吧，然后再转的时候，转的时候就离开的远了一点，那个好像在转的时候在腹部啊也搅进去的感觉，把腹部搅进去的，但那个肚子的肠子这一圈都搅在里面的感觉啊，都搅在里面的感觉啊，都搅在里面的感觉，都搅在里面的感觉，因为你刚才是往前又推进了一步啊，你把那个肯定，把这个事情同那个核物质有关又肯定了一把，你再肯定一把，你说很有可能，这艘轮船的东西啊，被中国用于军事上去了。很有可能，这艘轮船上的东西被中国用在军事上面去了。我看到远处点点头，点点头，点点头啊，点点头，点点头，点点头的时刻。那个飞碟就飞走了，飞碟就飞走了，然后好像告诉你，告诉提醒你这个消息，提醒你这个消息啊，你们进来的那个油啊，进来的那些润滑油什么之类的这一类的产品呢、啊？这一类产品本来是表面上你们被中国这边好多企业买了以后作为一个民用产品啊，作为民用产品，但偷偷的用到那个被中国这边用到的军事上去了啊，被那用到那个军事上去了，特别是用到那个。
从核物、核工业，或者应该叫核军事，反正核有关的叫核工业或者核军事有关系的，也用到这上面去了啊，有这上面去了啊，有这上面去了啊，用到这上面去，就提醒你有这么一个事，提醒你有这么一个事啊，提醒你就有这么一个事，也没有说对他有什么影响，但告诉他有这么一个事，叫他留个心眼，留个心眼。就是以前只管产品卖到客户手上就完事了，以前啊，但你现在留个心眼，后来这个产品有可能流向哪个地方去了，脑袋里要有根弦。以前你的服务把货卖到下家，人家钱一付了了，同他没关系了，现在告诉了，要脑袋里留个弦，这个客户拿了这个东西有可能卖到哪里去了，尤其注意有可能卖到金方那边去了啊，确实已经到了金方那边去了，但这个刚才提醒没有说要他追查到底到哪里去了，但是至少脑袋里有根弦，有根弦用到那个金子上面去了啊，就用到那精工企业上面，被他们埋走了一部分。虽然同他来说没有关系，但你心里要明白有这么，有脑袋里多有根弦，多有个想法，就是啊，多个想法，原来哦，就相当于这个产品进来的话，本来是用于民用的，但是被这边的悄悄的用于军事了，他原来是也不知道啊，但也没有叫他说要做什么，只是在脑袋里要知道这么一个事情，知道这么一个事情，啊。啊就可以了，只要认识就意识到这个叫意识到就行了，意识到就行了，只要意识到，对，只要意识到就行了，没有叫他什么阻止啊，要调查什么之类的，这个没有叫他有这么一个任务给他，只是告诉他有这么一件事，让他留个心眼，他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飞碟就走了，那个飞碟在这边就割到他的脖子，又割到他的肚子那个外面就碰上了，就碰上了一个啊，就是左边左腹部也痛呀。啊，对呀、啊，然后就是那个、就是、飞碟一直在他左边，一直在左边，那飞碟在眼睑杆上面，一直在眼睑杆上面，眼睑杆上面这飞碟是个，所以今天那个三个症状同这个是有关，一个淋巴结，一个腹部，另外一个左下腿，三个症状都是同那个飞碟有关，反正那个今天。今天三件事都是同工作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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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到了就没问题了啊，意识到就没问题了，好，这个事情我一边在看后面有什么画面出来，我讲一个另外一件事啊，讲个别人的事，我前阵子临牌了一个人是，原来现在在瑞士。以前也在澳大利亚待过的，他叫我临牌给他义父，义父应该我们说的这个就是，义父啊，义父怎么讲呢？反正他的义父啊，他说一个腿的那个半月板出问题了，就腿出问题了，要动手术，医生要说要把那个膝关节，要这里边要动手术什么之类的，他就来说了帮那个义父临牌看什么，我一让人看到那他义父在跳啊跳，单脚跳，右脚在跳啊。原来他义父啊，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情，他是干那个石油和天然气的，就干了一个事情，就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情，就单脚跳，一分钟我就找到原因了，解决方案，叫他再投资一个任何一个同石油和天然气无关的一个项目，那就不是单脚跳了，不是单脚跳了以后，就那个重量就转移到这个腿上了，就不会单脚跳，就这个腿就不会坏掉了。你看这个人也是因为一辈子的工作引起的一个一分钟就找到原因了，然后解决方案就是那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了，是工作，今天三件事情都是工作，哎呀这个事情也要有的事情，工作上的事情你莫名其妙就摊上这个事情了，摊上这个事情了，好，然后今天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有了，意识到了就好了。意识到就好了。意识到就好了，脑袋里意识到就好了，啊，因为你意识不到的话，由外面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来了，
比如说眼睛看不见的老鹰飞过来了，老鹰飞过来就打到头上，头痛了。然后啊，要到美国去啊，本来说好了要到美国去到工厂考察什么之类的，突然摊上这个事情了，着急了。哎，一着急以后，因为你如果进不了美国的，进得了美国的话，工厂你去了一下，然后你到客户讲了，我去过工厂，怎么一个说的天花乱坠都无所谓啊。但是就是没这个签证一卡的话，那个吹牛资本没了嘛，那肯定着急了呀。哎，着急了一个问题，也知道这个问题严重了一个，着急的就哎下来了呀，就干了。感觉顶不动了呀。第三个，原来那个产品被人家用到那个无意当中被人家用到金融企业上面，那个飞碟飞过来了，飞碟也是天上存在的嘛。因为那个现在那个外星人呢，就是管的核物质啊，管的很严，所以产品对核物质有关的，都会去盯。有的直接把核物质就被外星人那个飞碟就拉走了，就搞走了。所以用到这个企业，他会盯着每个环节都会盯着，所以你意识到这个就行了啊。这三件事情都是意识到就可以了，啊，好，那就这样了啊。如果后面有什么问题，不要拖，直接告诉我。我现在的那个，啊，我关了啊。